别动山炮。大师兄，这是啥？不知道。跑，快跑，山炮，快跑！大师兄撞墙上了。我去，洞口呢？大师兄，这咋办？这也太邪乎了吧！我好害怕。大师兄，他朝我们这边过来了。别急，这怪物怕火，山炮扔燃烧瓶。大师兄，这咋办？我不想死在这儿，俺还没有娶媳妇呢。别吵了，这个洞口肯定有问题。山炮，你退后。开了，开了，大师兄。就这了，山炮，准备战斗。